韩家拳具有独特的南拳特点，其动作迅捷，底力、催力、前缩力、抖劲，三路端正。以气催力，力从脚起，蓄于伸腰，发于臂，拳掌发劲刚展，拳势激烈，因全身近于一点，技手多变，劲力刚脆精巧，以近身短打为主，外猛内劲，声东击西，虚实并用，打中有防，防中有打，借人之力，顺人之势，四两拨千斤，两人相交，如何顺人之势，借人之力，也是旧力略过，新力未发，把握时机，即防身、健身、修身、养身多种功能于一体，主要有三正、抖击、减手、十四流星拳等十几种经典套路，使用丈二丈、铁尺等多种器械，在永泰众多的武林流派中独树一帜。